外卖，我送外卖来了。哎，你们找一个地方啊，真厉害！我问了三四个同学都不知道，最后啊是一个外卖小哥给我带的路。是你这狼人啊？你这平时业余爱好挺多呀、啊。在上等环境训练备赛，对我来说呀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。那合成，谢谢。你来这儿不会单纯只是想参观吧？大浩，我知道你们社会队现在挺艰难，但我真的没有办法。能答应我的请求吗？我们会考虑一下的。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好，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啊，考虑一下，吃吃。我只是说考虑一下，没答应他。是比答应他更糟，你直接把他放在备胎去了。这么严重啊？走着瞧。